好開心今日再見翻 Andrew 啦。咁以前同你傾咧都係傾一啲匯市啊、財經大事啊，或者啲政策方向比較多啦。今日我哋有啲新嘅內容同大家分享嘅，又可以講下咧退休之後嘅生活點樣可以做得。嗰嚿本出嚟食，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失預算啦，係咪？比起以前咧，香港咁啊，通脹又高啦，又低息嘅環境，樓價又再上升，咁究竟退休之後我需要幾多錢先可以維持一個比較好或者比較同而家水平？啊，咁嗰啲基本上係基本嘅使費一定有啲喺度啊，咁準備喎。會包括啲咩準備咧？你要包括好多。你頭先都講咗話，即係醫療方面咧係失預算比較大嘅，或者嚴重嗰個情況啦。咁究竟大家可以為退休之後嘅保險可以做啲咩？你頭先亦都好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租金嘅上升咧係一個比較失預算，或者係可能一個比較難估計嘅開支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對於而家有能力嘅人嚟講，其實買樓係咪都係一個對退休生活有保障嘅因素嘅時候？但係你以今日嚟講，你又儲少咗其他嘅錢喎。如果你揾計到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大家嘅退休生活又會唔會有另一番景象？都係其實退休嘅人，大家都知道係投資風險係好大，即係個風險位都你就考慮啦。咁同埋你睇下你自己需唔需要嗰筆錢。永久債券啦，今年嚟講已經有少少唔同嘅係外圍開始啦，由美國開始都已經進入一個收緊貨幣政策。